尿液浑浊是怎么回事？孙小科，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。尿液浑浊，我们排尿的时候有时候会发现，哎呀，我的尿怎么跟那个洗肉水或者洗米水一样，哎呀，特别浑。这个时候你就要当心了，一般都是一些感染引起来的，你比如说结核的感染啊，或者是一些不常见的一些细菌的感染，会出现尿液浑浊。再一个就是尿液浑浊有时候是跟我们喝水少，这个喝水是量比较少，所以晚上起来以后说，哎呀，尿的颜色比较深，还有点浑啊，实际上这是和我们喝水少有关系的，多喝点水也就会好了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会出现，哎，我觉得尿是有点浑，但是到医院去检查化验啊，出现了无痛性的血尿，这个时候你就要当心了，看是不是有没有这个膀胱呀或者是肾脏的肿瘤出现了。专家提示：一、感染引起，如结核的感染或细菌感染，会出现尿液浑浊；二、饮水少，易导致尿液浑浊，如出现无痛性血尿等情况，应及时就医检查。